Takiho Washi Alice. This video is sponsored by Surfshark.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would love to move to a foreign country, but can't bear the thought of missing their favorite TV dramas, like me. Perhaps you've been following them for years and the characters feel like your real friends. Unfortunately, most TV websites only allow their content to be viewed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ir channel is broadcast from. Well, listen up, because I have the solution. Surfshark can allow you to access these sites simply by changing your location. With Surfshark's VPN, you can watch your favorite TV shows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Surfshark lets you slip through the net and do anything you want from wherever you want. So now the BBC can't stop me watching my English shows, even though I'm in France. Ha! Use our code ACHEN56 ACHENWULIAO to get 83% off plus 4 months extra for free. The link is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Now enjoy your chef's drama and make sure your snacks are healthy. 开动会当教煮菜，食饭就爱道道来。大家好，我是阿新塞。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一部为什么法国厨师感觉都那么屌，屌爆了的纪录片《厨师大革命》（La Révolution de Chef）。你以为那些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媒体上面穿白袍、戴高帽的法国大厨，从以前就是那么受人敬仰、高高在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难道法国人的爸爸妈妈真的都会叫自己的小孩，除了去当医生、当律师，还会当厨师吗 ？No， 代志绝对不是讲人想的这么简单啦。法国的厨师们过去也曾经遭人不闻不问，更别说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甚至还上电视主持节目。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法国的厨师们就像工人一样，被关在厨房里默默做事，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1950年代以前呢，当时就算是掌管五星级饭店内场的中破塞，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依照前人留下来的食谱按表操课，菜色一成不变，每间餐厅都大同小异，没有人会用艺术家来形容厨师啊。较贴切的比喻反而是技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在那个年代的厨房内场职业厨师小圈圈里头，有一位惊天地泣鬼神，跟我一样有影响力的网红 KOL Auguste Escoffier。我们就叫他阿寇吧。阿寇不但写了几本跟字典一样厚的食谱，还建立了完整的西餐后厨体系。今天你常听到的主厨、二厨、领班助手、学徒等等等等头衔与职称呢，通通就是由阿寇亲手制定的。因此呢，餐饮界给了他一个称号，那就是厨师之王。然而，厨师之王阿寇出的食谱呢，尽管既丰富又详尽，但问题就是太过复杂。而且每个步骤都必须按照一定的 SOP， 连食材都不能换，结果造成厨师们普遍不知变通，搞来搞去永远就是那些繁复且类似的菜色，了无新意。阿寇怎么说，菜就怎么做。不过从1960年代开始呢，顺应当时法国的新小说、新电影浪潮，一群受不了这个现象的年轻厨师们吹起了改革的号角。他们当中的领头羊就是 Paul Bocuse 阿波。阿波生长于里昂附近的餐饮世家，从小就跟着老爸学手艺，长大以后跑去巴黎闯荡，认识了 Pierre 和 Jean Troigot 两兄弟。我们就叫他统神与国栋吧。兄弟俩一样来自里昂近郊的餐饮世家，由于背景相近，三个人很快就成为好妈吉。然而巴黎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凯旋门。阿波在首都混了一圈以后，决定离开回到故乡，并开始跟随当时家喻户晓的名厨 Fernand Poing。不如就叫他费霸好了。费霸属于世界上最早拿到米其林三星的那批史前巨兽，身高195，体重150。对啊，这个 BMI 应该也不是正常的啦，是那个时代餐饮创新的先驱啊。他首先开始定期依季节更换菜肴，而且只提供一套菜单供客人选择，还会走到外场去跟客人互动哈啦，是在当时极为罕见，让年轻的阿波大开眼界，于是就忍不住发了一堆 IG 限动哦，说他的师傅哇厉害哇威大哇了不起耶，每天睁开眼睛就仿佛来到了新世界。看到阿波那里这么嗨，统神国栋当然非常心动，赶紧私讯有欠人无？就这样，三个好妈吉又聚在了一块，心甘情愿接受费霸的荼毒啊，不是啦，我是说熏陶哦，熏陶。费霸就像他们的人生导师，虽然很用力操你，也很用心教你。不像某些高级连锁店哦，只准你做一些事情，其他不让你知道，把你根本当小螺丝钉啊，用完就丢。这种无私分享教学的精神啊，跟 PTT 版上早期的神人根本不谋而合啊。在费霸厨房里头磨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三人回家接掌家业，发挥所学，开发自己独特的料理。啊，不过你以为当时就只有统神、国栋、阿波三个厨房好朋友吗？那我 calling 他们到处工作遇到的同事，累积的人脉，自然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才啊。
各位要知道，厨师的圈子无论到哪里都是很封闭的，只要在业界待久了，随便讲个名字，可能身边的谁谁谁都有认识啊。而且这个小圈圈里头消息都传很快哦，只要有人传 LINE 群组当中，所有人都立马已读分享，影响力超强。比如说他们在巴黎工作认识的好朋友 Michel Geha， 就叫他阿鬼吧。阿鬼原本是做甜点的，后来在一间大餐厅点心房当主厨的时候，厨房临时缺人，于是被叫去做酱汁，做一做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了。他就跟你说厨房跟当兵很像哦。阿鬼离开大餐厅以后呢，在巴黎近郊买下一间原本是由非洲移民经营的小吃店，刚开始经营的很辛苦，因为刚开店嘛，没什么经验，难免随波逐流，做一些跟其他餐厅大同小异的菜色，搞得自己乌烟瘴气，毫无头绪，快要做不下去。阿波那群损友啊，听说阿鬼开店，于是就跑来拜访。他们一吃完以后呢，就说：“阿鬼啊，你还是说中文吧。”啊，不对啦，你还是做自己想做的菜吧。听到这句话，阿鬼仿佛醍醐灌顶，瞬间掌握了当时开心餐厅的财富密码，那就是做自己想做的菜。于是乎，阿鬼的餐厅从此一路长红，到现在还是拿米其林三星，不过已经搬离巴黎了齁。另外一位好朋友呢，由于家族事业开在跟阿波统神国栋的 K 给厨不远，所以也常跟他们混，名字叫做 Jack Peak， 我们就叫他柯 P 吧。柯 P 接下家族餐厅做的有声有色，还拿到米其林三星，可惜到了1992年只有6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啊。不过接下柯 P 餐厅的女儿可就猛了哦，那就是现今大名鼎鼎的 Anne Sophie Peak 啊，姑且称她为安嫂吧。安嫂的故事就不多说了，毕竟她是目前这个星球上最举足轻重的女主厨之一啊。每当安嫂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就是讲述她老爸跟这群损友一天到晚混在厨房里面切磋厨艺、讨论料理，没事就去别人家餐厅 fit 一波，感觉就玩得很嗨啊。然而在这群厨房损友当中呢，跟阿波统神国栋一起从废霸餐厅出来的，还有一位是在群组里头被公认能力最强、浑然天成、堪称法式料理小当家，好比目前我们阿成斯宇宙当中的 Andy， 那就是 Alan Shah。不如就叫他阿霞吧。阿霞最令人啧啧称奇的超能力就是把厨房当开刀房在运作，无论外面客人再怎么爆满，厨房里面就是非常安静，只听得到一点炉火或是锅子碰撞的声音。他强调料理人的每个动作都讲究到细节精准，如同外科医师执行手术一样。要做到这样，必须将厨房团队磨合得淋漓尽致，沉着稳重，大量思考，并且紧密配合。有做过餐饮业就知道内场要这样搞难度有多大，不像其他人在厨房里面经常必须要大声吼叫管理团队，营造出那种凶巴巴折服人的主厨形象。阿霞在厨房里面不怒自威，每个员工不用喊就服服帖帖，也难怪群组里面直接封他为天才啊。然而天妒英才，阿霞比柯 P 更早走，年仅52岁就过世了，而餐厅目前也已经停业了，因为在他过世几年以后啊，后继无人，接续他的那个 chef 退休之后就关了啊。为什么会知道啊？因为那位 chef 后来跑到我们自己工作的餐厅楼上厨艺教室教做菜啊。顺带一提，阿霞有个徒弟还蛮屌的，那就是阿朗杜卡斯，姑且称他为阿杜吧。阿杜其实最早跟过阿鬼，但后来觉得真正让自己成长最多的是阿霞，因为跟着阿霞工作，尽管压力很大，但是成就感很高，进步很快。阿霞之于他，就如同废霸之于阿波。那么这位阿杜后来变成当今世界上拥有最多米其林星星的厨师，厉害了吧？在群组当中，尽管厨师占多数吼，但也是有非餐饮出身的人士。比如说有两位记者去吃过阿波的餐厅以后，相谈甚欢，变成很好的朋友，于是顺理成章就留 LINE。这两位年轻的记者 On He Go 和 Christian Mio， 由于不爽当时市面上只有米其林评鉴那本小红书，跟你讲都有好吃的，于是就一起创立了另一本美食指南 Go and Mio。暂且就称他们为公道 bro 吧。公道 bro 自从跟阿波成为好妈吉以后，阿波就开始介绍其他厨房损友给他们认识，把他们送去找统神国栋啊，带他们去找阿霞、阿鬼啊，一起去拜访柯 P 一家人啊等等。就像我自从认识了李阳扛把子大厨，他就没事带我去找他的厨师朋友跟一群大厨们跑趴一样的概念。而且公道 bro 两人还相当有心啊，自愿到这些大厨们的餐厅去实习，借此去了解真正的料理，而不是只是去吃餐厅的时候跟主厨装手脸贴脸拍照打卡传 IG 写一些废文，假装自己很懂，偏偏追踪。啊，因为如此用心经营，公道 bro 的这本美食指南到了今天也已经能够跟米其林分庭抗礼，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评鉴系统，相当具有权威啊。可惜他们还没有进驻台湾就是了啊。公道 bro 在巡回各大餐厅品尝这群新生代厨师手艺的过程中呢，发现他们逐渐舍弃了阿寇那个年代艰深又繁复的食谱，取而代之的是融入很多自己想法的料理方式，比如说大量简化做法啦，充分运用在地物产啦，尊重食材本身原汁原味，让菜肴变得又更清爽，并重新思考和挑战阿寇食谱里的概念。当初阿波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道菜，不是松露，也不是鸭肝，而是他菜园采回来的四季豆，丢进水里穿烫一下，然后撒上一点红葱头，并淋上一点橄榄油，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们没想到四季豆可以吃爽脆的口感，而且味道还这么丰富又有趣。毕竟在那之前哦，四季豆的标准做法是要煮到变黄变软才能上桌。这是阿扣字典里面写的哦，不要问我为什么，虽然那样搞真的很难吃。还有统神国栋家最出名的一道菜呢，就是把鲑鱼切成3到5公分的长方形，不厚也不薄，然后用锅子稍微煎一下，不生也不熟，再放到鲜奶油跟酸磨液快速制成的酱汁上面。结果这道菜就跟背影一样哦，到现在都还在课本里面可以找到。另外阿鬼本人对于传统调味沙拉的3:1油醋酱汁很有意见，他一直觉得这样做既愚蠢又难吃，于是乎他大胆的减少酱汁里面的油脂比例，再加入切成薄片的鸭肝以补足缺少的油脂，史称疯狂沙拉 Salad Four， 就这么问世了。公道 Bro 还发现这群新生代的厨师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餐厅，阿波就阿波，柯P就柯P，阿霞就阿霞饭店啊，不对，那就在台南哦。他们每开发一道新菜，还会署名，像是统神国栋酸磨鲑鱼、阿鬼疯狂沙拉、阿波功夫熊猫。这个现象与以往那些埋没在厨房角落、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传统厨师们可谓大相径庭啊！人人都想浮出台面，人人都想名留青史。由阿波为首的这群厨房好朋友们，更是对媒体来者不拒，热爱接受杂志采访、上电视抛头露面，甚至还一起成立节目，分享自己的拿手好菜，重新塑造了厨师以往给人的印象。这一系列巨大的转变呢，仿佛一场革命啊！于是公道 Bro 就把它命名为新料理运动。曾亲身经历新料理运动的当代知名主厨之中，有一位年轻时就是在统神国栋家里当学徒，名为 Gi Sawa， 不如叫他阿基吧。阿基说他自己是统神国栋家族餐厅把厨房改版成瓦斯不锈钢以前的最后一个学徒，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点火顾炉灶，每周末还要打扫烟囱。尽管是一个塞葵，他却很自豪，因为厨房里最重要的火就是由他亲手监控的。此外，他每天在那边切鲑鱼啊、煎鲑鱼啊，一天处理50-60份啊，对他来说再平凡不过的一道菜啊，竟然在当时是划时代的料理巨作啊！17、8岁小屁孩时期的他，对于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到现在仍感到不可思议。至于阿基现在的餐厅呢，不但也有米其林3星，还曾入选过好几次世界最好餐厅。此外，阿基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徒弟哦，那就是狗蛋 Gordon Ramsay。狗蛋在主持《厨神当道》Master Chef 第3季第18集的时候，邀请阿基跟阿杜来当评审，还特别在节目当中称阿基是自己的导师。原来这就是法国的阿基师啊！这场新料理运动最光荣的时刻呢，莫过于1975年阿波被召见到总统府爱丽谢宫，由当时的法国总统契斯卡亲自颁发荣誉军团勋章给他，感谢他对国家的贡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厨师被颁发这项殊荣。他为了这场授勋典礼哦，阿波带上了他的那批厨房好朋友，在总统府办了一场餐会，也就是自己的餐点自己煮的概念啊，史上第一次有来宾这样搞啊。而且他还特别为这场史无前例的餐会开发了一道举世流传的经典名菜，那就是 Soup VJ2 酥皮浓汤。好啦，其实最原本的版本并不是浓汤，而是清汤哦，里面还加了一整颗松露，就贵耶。然后 VGE 三个字则是基斯卡总统全名的缩写，就好比东坡肉、左宗棠鸡用人名去命名一道菜，也不是只有我们东方才有的专利哦。这场餐会吸引了全国甚至世界媒体的关注。阿波身穿白袍、头戴高帽、威风凛凛的样貌啊，被传播到每个角落。从此以后，法国人只要看到类似穿着的大厨，就会肃然起敬，自动给他一个 respect。好啦，是时候该来讲讲我对这部关于法国新料理运动纪录片的看法了。它其实是我在2016年刚拿到 CRP 法国厨师执照的时候呢，就在法国的电视台播出了。很可惜，以我当时的法文程度以及对法国料理界的了解呢，只能说是有看没有懂，但内容依旧让我大开眼界啊。隔年我曾经试着想要翻译，还是困难重重。我用了整整2个礼拜，过程中不断问我那时候住在一起的法国室友，还去打扰隔壁的法国邻居，请他们告诉我片中听不懂的句子。啊，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也很多都一知半解。毕竟哦，影片里访谈了非常多的法国老塞，他们有自己的厨房语言，而且又并非专业演说人士，再加上浓重的腔调等等，要完全听懂他们在攻虾回，连法国人都有难度哦。于是乎，整部片长1个小时，我只将前面的8分11秒翻译完就放弃了。此外，网络上的片源非常非常之少，能找到的只有像这样的画质。
关于这点我已经尽力了。这部影片我一直觉得很值得介绍给台湾的餐饮同业观看，毕竟大家很爱抱怨说客人不尊重专业啦，厨房内场不受重视啊，做事的好像都是不得已才去做的。老实说哦，在法国新料理运动以前啊，西方世界的状况也是大同小异啦。尽管到了现在，我还是有遇到不少身边的法国人哦，认为都是那些不读书的才会跑去做厨房，但他们如果去餐厅吃饭，见到餐厅的主厨还是会相当尊敬就是了啦。今天法国厨师能有这样的地位，并不是突然间就变成这样，而是经过了一番挣扎，很长时间用自己的实力、亲和力、影响力，去让世人了解这个行业为什么值得令人敬重。相信很多 follow 我频道的观众，除了主要是因为干话，多多少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想要了解法国厨师与法国料理，觉得他们很厉害、很屌，而且屌爆了，因此才看我制作的影片吧。希望哪一天我们在台湾也能够越来越重视餐饮业背后的辛酸。你如果吃到哪间不错的好餐厅，请不吝惜当面给予那家餐厅主厨最直接的鼓励。你的一句话或许挺尴尬，当你告诉他，会让他超爽。啊，不小心是个单压。我在法国就曾经被 chef 叫出来让客人称赞过，那种感觉真的是爽翻天啊！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